行，我答应你，行了吧？我跟你回家，以后的事儿，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行吗？就滚了。 给我吧。好，顺便吃吃，我没伤什么。哎呀，你说了啊，伟大他妈真的不容易啊。女儿不听话，跟人私奔，糟蹋了身体，成这样子，你说换谁谁不心疼？伟如也是个辛苦劳碌的命，偏偏遇上这事儿。周周这孩子嘛也不坏，只是呢，有这么一个生病的妈妈。 刘海棠是铁了心了，我看伟如和周周这次啊悬。人家家里的事吧，我们想管也管不来。我倒是觉得，你看，兰兰发生这种事嘛，你这个当婆婆的要操多一份心呢。哎呀，一想起强子嘛，就一肚子气。他回来了，我真的……你别再说强子了，孩子没了，他心里也难受。我去买一只鸡。 你给炖了，给兰兰补补身子。冷不冷，老婆？啊，来，把我衣服穿上啊！别给我老婆冻着了，我老婆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老婆，别生气了，真的是我不好。但是你说这事情发生了，咱们现在后悔也没用啊，对不对？ 你看，咱俩这么年轻，对不对？完了又是独生子，按现在的政策，咱俩以后可以要两个呢。老婆，我可都想好了啊，将来呢，你一定要给我先生一个姐姐，再生个弟弟。一男孩一女孩太好了。小的时候，姐姐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弟弟吃，然后上学拉着手啊，过马路啊，根本就不用咱们操心。等大了呢，反过来弟弟可以照顾姐姐了。 姐姐让哪个男孩给欺负了，用咱们出面吗？那弟弟上去就给那个小子给收拾了，对不对？老婆，哎呀，你说我城墙迷迷糊糊活了这么多年，能遇见你真的是我福气。你能嫁给我的，更是我后半生奋斗的动力。老婆，你相信我，城墙后半生我就为兰兰你一个人活。 我一定给你幸福。哎，别生气了啊！哎，对了，老公，嗯，你说咱们房子的事怎么办啊？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说有我在，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但是这两天我真的想清楚了，等房子的事儿解决了，咱俩以后可不能这么活了。你说咱俩也没长那个脑子，也没那个眼光，房子的事儿砸手里，咱俩上多大火？咱们以后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多好啊，对不对？但是呢，你也不用担心，有你老公在你身边，你怕什么呀？什么都能解决，放心吧，啊。 老娘，啊啊，怎么了？烫是吧？来来来，加点凉，加点凉。现在呢？来试试。哼，又温了。
再加点热水。行了行了。哎呀，要小茹在这儿啊，每次给我兑水都兑得合适，哪像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这回肯定可以，喝一吧。行吧行吧。哎呀，小茹这两天不在啊，我把她所有的活全干了，我才知道做我媳妇儿确实挺不容易的。哼，所以说儿子啊，你要好好的带小茹。知道吗？对她挺好的。嗯。哎，对了，她怎么还没回来？他干嘛去了？他好像是单位有采访出去了。哎呀，忙什么呀，都几点了，你这样你给打个电话。他忙着呢，你不能人家工作了把人叫回来。娘，你呢好好的洗个脚，然后呢待会儿我再给你做个足底，让你舒服舒服啊。小茹的事情我会来处理的啊，他工作完了自然会回来的，好吧，你就别操心了。你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你说妈想他了啊，这么晚了还采访什么呀？好嘞，娘啊，你待会儿乖乖的先睡觉，我给他打电话啊。来，进被窝啊。哎，你好好睡觉，我去处理啊。别忘打电话啊。好嘞，好嘞，知道了啊，睡觉。一定要记住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没问题。一个不让我讨厌的人。一个让我天天开心的人。没问题。没事。哇，受委屈了。你嫁给我到现在，本来是我应该照顾你，可是让你承担了我们家所有的杂事，还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我真担心你的小肩膀承受不了。我受不了，谁说我受不了了？我很坚强的，我的肩膀很有力的。你看看我女儿，她嫁给你以后她过的什么日子，三天两头的到医院，这就是你给她的生活呀。都是我的不对。你不是娶老婆，你找保姆呢，跟你那个神经病的妈找保姆呢。僵尸，僵尸，快点，快点打！快打僵尸，快点！老婆，喝奶。谢谢老公。姐，还要喝什么呀？来杯果汁吧。哎呀，哎呀！爸。啊。你呢？都行，儿子。快点！哎呀，来了这么多的僵尸啊！是，可是快打，快打！这是玉米呢，大农什么？胖。大农胖。哎。哎，果汁。谢谢，谢谢儿子。这又出来了僵尸了，叫大哥。那你歇会儿吧。没事。我老看啊，这辐射多厉害呀！没事儿妈，我这不是我给大哥买的防辐射服吗？挺管用的。老大，帮我把手机拿过来先。哪儿了？就是充着电呢。这儿呢。手机干嘛呀？他们说这个防辐射服，手机一包里立马没信号。是吗？对啊，防辐射特厉害。所以我看会儿电视没事，这本来辐射没多少。那待会儿把你姐姐这手机包在防辐射服里边。看
是你们把我儿子给支持的，你看看这个团团转。行了，妈不用按了，你歇会儿吧。没事儿，妈就是干这个的。我妈墓院的人都说我是皇太后，说我儿子是皇上。看你们哪有这么支持皇上的？这要在过去都犯上。过去那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再说了，现在咱小皇太子要出来了，他想吃啥就得做啥。跟妈一样，劳累命。行了，走，妈去给你按摩按摩去。你给我姐姐按，我不按。那可不行，这段时间太累了，得好好放松放松。走吧。姐，不好意思啊。就让你会儿啊，我还要伺候两位姑奶奶呢。姐夫来短信了。哎呦，怎么还没信儿啊？对呀、啊，怎么还没信儿？别着急了啊，再想想办法。伟大昨天去找他了吗？去了呀。那他跟他说什么了呀？他为什么不理我呀？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待会儿问问他。别难受了啊，继续玩吧，来。儿子，你发现了吗？你姐一直心不在焉，她的心就根本没在家里边，老找她那手机，你发现了吧？你说她和周周联系了没有啊？问你话呢。哦，你跟我说话呢？我以为你又开始自己叨咕叨叨咕叨的。我神经病啊，我自己叨咕叨。你姐跟周周联系没有？你现在是我姐的贴身监督，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反正我跟你说啊，我警告你，别帮他通风报信儿。不会的，我跟你是一波的。你现在要是帮你姐，就等于害她。哼，笑什么呀？那我肯定不会害我姐啊。哎呦，我不知道，你也一样，合伙老蒙我。有我什么事儿啊？我什么都没说，最后又把我给烧上了。那么多话呀！哎呦。啊，这就完了？我在上网。不是，不对不对，你过来，你过来。这段时间你不对啊，谁跟你聊天呢？比我还重要啊？没人比你重要，但是我就约了人了，啊？不行。你嫉妒了？当然嫉妒了。我还嫉妒有人把你给抢走了呢，臭儿子。看，我就在你这屋。你给我打开。谁呀、啊？我告诉你，快点给我打开，给我打开。会用吗？会，快走吧。你我怕你不会用。我会用，我不让你看。我会，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啊！好玩儿，李伟大来了。伟大，伟大啊！你去找姐夫怎么说的？该怎么说怎么说呀？那怎么姐夫还不跟姐联系啊？短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的。我怎么知道啊？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李伟大，你到底跟你姐夫说什么了？他为什么不理我呀？姐。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你的身体赶紧养好，其他的都是其次，啊。小刘，你在吗？我在。女儿小时候真漂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正在被我收复，你有好的年轻大夫给我女儿介绍一下。孩子的事还是应该让他们自己做主，你想开点，我也帮你留意吧。我这个当妈的操心呢、啊、这个女儿从小脾气就倔，不像我。这倒是很像你啊。跟我像吗？你看你看像不像，这么倔。哎，对了，明天早上来公园吗？你好久没来跳舞了。你在约我吗？当然，希望你接受我的邀请。好吧，明天见。哎哎哎，老婆，老婆，干嘛呀？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说晚上吃苹果不好，我忘了。谁说的？新闻上说的。人家说上午吃苹果是金苹果，下午吃是银苹果，晚上吃是毒苹果。那我饿呀，总不能让我饿着吧。你别把我小太子毒坏了啊，没事吧太子。什么晚上吃苹果是什么苹果？是毒苹果。毒苹果啊？那得赶到晚上赶紧把这个苹果得藏起来。对，以后啊妈晚上绝对不能吃苹果啊。干嘛呢可可，还吃呢？妈我饿。营养过剩了也不好，知道吗？但人家说你饿的时候就身体特别需要的时候，那时候就尽快补充。就是啊，人家可可吃点东西你们俩就叨咕叨叨咕叨没完没了的，人孕妇可不得饿嘛，什么也不让吃哪行啊，虐待孕妇。你懂什么呀，你也没生过孩子。孕妇吃多了这各个指标就不正常了，血糖也得高，血脂高，再说孩子太大了将来也不好生，知道吗？嗯，对，这得听妈的，妈是过来人啊。我到时候找一个教授好好的咨询咨询。妈，你在网上查的教授啊？不是，认识。网上认识的？别管了。嗯，这我得管。妈，现在网上说什么专家了什么教授了，十个里边都有十一个是假的，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受骗。谁说的？我认识的这是知名教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就瞧好吧。哎，还有鸡蛋呢。儿子可可吃饭了。你这个胃呀、啊、得吃这热的，你别老吃那个凉的啊。嗯，真得注意点了你这胃，你要只要饿的时候你买点苏打饼干吃两片啊。知道了妈。妈，我今天啊务必要去上班去了，我的假已经到头了，不能再请了，再请假我就得下岗了，知道吗？没有啊，你好了呀。哎呦，行了，头还晕不晕啊？喂，行，一点都不晕啊，放心吧。伟大，快点儿，伟大，我今天要带你车啊。你这还是没吃呢。妈，你干嘛呀？啊？怎么穿这衣服啊？妈，我天天在家憋着，万一你大孙子一生出来先天性忧郁症，那多不好啊。你快呸呸呸，摸木头吧，什么先天性，生下来就呸呸呸呸，真是不吉利。没事了吧啊，你现在来不来就先兆性流产，就不能再上班了。你看兰兰多吓人呢。是，我知道这是个大事，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一会儿我送可可先去趟单位，让他跟他领导把这个辞职的事儿当面说清楚，我再给他送回来。对对对，妈，这事儿你说我必须得跟我领导当面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多不礼貌啊。
再跟领导说完马上回来啊。哎，儿子，这事儿可是重要啊，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赶紧吧，不吃了。不吃了哪行啊？行啊，你吃饱了，妈，我们走了。哎呦，何哥，你怎么还穿着高跟鞋呢？我给你买的那个鞋在你包里呢，快快快换上吧。怀孕了还穿着高跟鞋哪行啊？什么鞋啊？孕妇能穿的鞋呀，你哪有一个孕妇穿着这么大细高跟鞋的呀？妈，这谁穿啊？你穿啊。我穿这个啊，特别舒服。那不能穿这样，什么年代谁穿这鞋，笑死我了。这在我们那年代这可时髦了，你试试，可舒服了。试试。妈，你别开玩笑了，我这穿的就我卖楼房，我不是卖平房，这笑死我了的。谁笑你呀、啊？快把它换上。你就听妈的吧，来，快让它换上。来，现在怀孕不是闹着玩的，这穿着这么大高跟鞋多危险啊！就是，来，穿上穿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穿的话呢，妈也不会让你出门，是吧？说什么？搞笑啊，这太搞笑了吧，多好看呢。我跟你说，可可，怀孕的女人特别美，你穿什么都好看，特别美，多好看呢，可好看呢。来，这头两步，快，妈，这太好笑了吧。好笑什么呀，你看多好看呢，和你这衣服很配啊。走了，家里的人都得跟你学，真好看啊。走了。哎，走吧，妈再见。哎，慢点啊，开车慢点。哎呀，真是。哎，那双高跟鞋呢？晚上你跟妈说咱俩一块出去吃晚饭去了好吗？伟大，你早点回家拖住妈，我有点私事儿。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为了表示感谢，姐给你去弄一双平底鞋，就怀着孕了穿高跟鞋不好。行了，赶紧上班去。那我走了，你们两个好好甜蜜吧。伟大，嗯，我穿这鞋怎么去公司啊？你什么时候掏出来的？就在不久的刚才。咱爸不会看见吧？肯定没看到啊。走了，上班。走。昨天晚上没睡好啊？嗯，老公，我半夜翻过来掉过去了，我就在想，咱们这孩子一生下来，一直到长大得花多少钱呢？哦，就为这事儿啊？嗯。算出来了？没有。你帮我算算哈，咱俩一进医院，接生费、营养费、住院费、奶粉费，一系列，还没怎么着呢吧？是不是得上幼儿园了？你说咱能让他上一普通的幼儿园吗？嗯。那上好得花多少钱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哎呀，想一想我头都大了。关键是万一咱这孩子不争气呢？咱俩就真的上了一个没有终点的计程车，就眼看那计价器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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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途一片黑暗，奶瓶子里装的是孩子的奶水，对于咱俩来说都是苦水。哇，这些事儿根本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知道吗？眼睛往前看，有老公在呢。
可以帮助你的吗？哎，你好。啊，你好。请你帮我找一双那个时尚的新款的适合孕妇穿的平底鞋。啊，好，你可以到这边看一下，你看一下我家这款。这款鞋它全都是皮的了，穿脚特别舒服，你可以上脚试一下。你穿多大号的呀？37的。哎，这个摸起来手感还不错，这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我可以都试一下吗？啊，可以。37的，37的，嗯。给你的，按你的尺码买的。哇，这牌子我最喜欢了，谢谢姐。客气啦，喜欢就好。那你先去忙吧，我先走了。哎，姐，晚上按原计划进行。当然。这边一块，还要再改。喂，主编，扶老太太被讹钱那篇新闻什么时候能出来？哦，你给我2个小时，2个小时我就写完了。再给你1个小时，快点啊！新闻不新还能用吗？好，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马上交给你。如啊，啊。再看一下吧，中间那一段你给删了吧。你怎么来了？我正好从这路过，我就来等你会儿啊。路过？你去哪儿啊？我去那个税务局。骗人！按摩院是这个区吗？到我们这区来报税啊？那怕什么的？我绕点路，我过来我接你一趟。你不是老说我偏心吗？我现在最偏心的就是你了，妈。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我呀？3岁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疼我，我花季少女的时候天天被男孩子围着吹口哨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关心我。我现在成年了，你太疼我了，我都接受不了了。你在妈心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妈，我长大了，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你别老盯着我行吗？你有什么你自己的方式方法呀？看你前些日子那个过的那日子怎么样啊？看把你累的，事儿都过了，老提他干什么？妈不是怕你好了伤疤忘了疼吗？走，跟我回家，我给你熬牛骨汤。我不能再吃了，再吃我都胖得没人样了。谁说的呀？多好啊！前几天水灵多了。走，吃牛骨汤变牛人。哎，伟大，怎么还不走啊？吴总，哎，这不咱们有一个新的客户，啊，这方案催得特别紧，我得赶紧赶出来。我说伟大，你这种态度我很感动啊！我不能让你玩命啊，是不是？你赶紧回家陪陪老婆，听见没有？啊？我老婆快生了。哦。所以说现在家里边就是各方面都。挺紧张的，所以我得干。你听我跟你说啊，没个好身体怎么能当爹呢？是不是？你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回家啊！早点回去啊！
闻闻，牛骨汤，嗯，香，一股香气，快点。高跟鞋多难受啊，每次换也麻烦。待会儿你吃牛骨汤啊，可能熬好了。哎，妈，是我。啊，可可。妈，我跟我姐在外面逛街吃饭呢，早点回来啊。你跟你姐在外面逛街吃饭？啊，什么意思？我跟我姐先逛街，然后你姐就在这儿呢。啊，可可。你们想合着伙一块骗我是不是啊？你在哪儿呢？你大着个肚子在外面，这大晚上不回来，你干嘛呀？马上回来，美如，你站住！你过来。快点儿！怎么回事啊？坐过去。坐那儿。可可来了，你们一块在这儿，你们跟我说说你们想干什么到底。妈，别生气。我不生气，我是觉得我寒心，就这么留不住你的心。妈，我错了。都是我的错。你说那个家他有什么好的呀？真舒服，我这一天脚一点都不难受，特舒服。这脚是舒服了，我心不舒服了。妈，你生气了？怎么回事啊，你们俩？不会吧？我就想着跟我姐去逛逛街。我去他报社的路上，然后我就给你打了电话。我本来想给你打完电话再给他打电话，然后后来就被抓了现行。再接着编。没了。吴工。
对，跟你老公好好说说，到底为什么，干嘛这么做？怎么了，妈？问他们俩。就是我跟我姐商量着去逛个街，然后没弄好，妈误会了。就这点事儿啊？误会了？你们俩合着伙的骗我？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跟他姐正在那儿逛街吃饭呢。这时候你姐就在我旁边呢，你说他们俩这是干什么呀？哦，就是妈给误会了，啊，是吧？嗯，我没误会。哎呀，妈，不生气，咱不生气行吗？啊，可可，他不是骗你，他是在逗您呢。我们俩经常这么逗着玩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就是啊，妈，再说我跟我姐关系处得好，你应该高兴才对。对，我是高兴，我高兴你们俩一块蒙我。我们哪敢蒙你啊，我们俩跟你玩呢嘛，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把我当傻子，我心里都清楚着呢。你们想干什么我不明白呀。还没吃饭呢，不加班吗？饿死我！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这胃受得了吗？嗯，你说这为了谁呀？不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孩子吗？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为了我这个大孙子，我不跟你们计较。妈，跟您说个好事吧，我们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最近表现非常出色，他准备给我多追加几项业务，这样我算了一下，别多追加两单，我下个月的工资就要比这个月翻两倍。真的？太好了！那要这样，不是得天天加班吗？为了您的大孙子，为了咱们这个家，我加点班算什么呀？整天这么加班，那人家身体能受得了吗？这么熬着？那我这不又得感谢您吗？要不是您从小把我底子打得好，我当然加不动了。妈，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天才和蠢才之分吗？天才饿了他就变成蠢才了，是不是？快吃饭吧，快！啊，吃饭，吃饭，吃饭。你还不赶紧吃饭呢，你那个胃再饿就更得住院了。吃饭，吃饭，吃饭。你闻见了？做的什么呀？啊，牛骨汤。啊啊！魏楚萧，真是，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发什么短信呢？打电话呀，让妈知道。又嘀咕什么呢？是这儿吗，妈？这儿，这儿啊。嚯嚯嚯嚯嚯！怎么舒服点没？行，还可以吧。电话。怎么了？谁的？你怎么不接呀？不想接，没事吧？不是小茹的吧？不是，一客户，我查我，没事吧？这是真的。